火星人们准备好和我一起登舰到火星了吗？我正在给火星人们写登舰到火星的邀请函。我正在想我穿什么衣服呢？带上，可以查看火星天气，也是一定要带的。最后一定要带的就是我的护发神器。我的理想生活就要加油。写好了，这个是给所有火星人的邀请函。我正在想我穿什么衣服呢？我要以最好的姿态和火星人们见面。4月27日至4月30日，上手机淘宝、天猫搜索华晨宇我的名字 ，get 我的同款欧莱雅小精品。